迎收看108年7月20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受到低压带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市是下起了豪大雨，市府开设了2级豪雨灾害应变中心，市长韩国瑜也亲自到场关心水情。由于瞬间雨量实在太大，高雄市有多处都传出了积水的状况。水沟盖承受不住大量雨水的压力，瞬间炸裂，市区出现多处积水，上下班的民众经过溅起了大量水花。来，这就是我家门口。三民区宝珠沟更因为溃堤，家里全泡水。低压带西南气流横扫南台湾，高雄市不管市区还是郊区，许多地点都陆续传出积水或是淹水的灾情。高雄市府也立即开设二级豪雨灾害应变中心，市长韩国瑜亲自召开首次工作会议，这也是韩市长上任后再次面临的天然灾害重大考验。结果今天下雨量达到了最高点126，还超过去年823的这个降雨量，这是不得了的数字。我们比较庆幸的地方就是它排水的速度加快了，特别我刚才打电话到林园，第一个户籍在林园，第二个林园淹水的情况，去年我亲自看到，那真的是非常凄惨的情况。刚才跟林园区通电话，水退得很快。部分地区时雨量超过120公里，恐怖的降雨数字，不管在台湾任何县市，恐怕都会造成灾情。所幸豪大雨并没有持续，市区积水很快就消退。不过这真的让高雄市府感受到不小的压力。我们的局处长被卡住了，有的区可能接到我们成立这个二级防灾的时候，他还没有立刻接到讯息，所以借这个，我就也要求所有的单位做一个压力测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借着这个压力测试，未来如果发生任何重大天然灾害，我们可以累积什么样的经验？尴尬的是，水利局全力清淤的鸟松区神农路这一次还是不争气。不过，这到底是积水还是淹水？谁又最会治水？恐怕接下来几天又要引发不小的争论。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这两天受到低压带气流的影响，各地是出现了强降雨的积淹水灾情，市府不敢大意，是立即成立了豪雨灾害应变中心，由市长韩国瑜和副市长李四川轮流坐镇，监控各地的灾情，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来排除。由于呢这次豪大雨瞬间雨势造成有部分地区的抽水站来不及发挥功效，市府表示将会检讨改进。高雄市719豪大雨造成多处积淹水状况，市长韩国瑜除了在第一时间召开防灾会议，密切监控各地状况，第二天也由副市长李四川接手，继续在消防局应变中心坐镇。对于极端气候造成的豪大雨，不敢掉以轻心。昨天有积淹水，那当然这个暴雨在我们的防水所有的设备，大概60厘米的这一个条件之下，可能每个地方都会有瞬间的积淹水，但是也给我们做一个检验，也许在我们很多的这一个抽水站，包括我们一些箱涵排水的这一个部分，极端气候的这个强暴雨，那有没有可能在瞬间做一个改善？根据市府统计资料，719豪雨最高时雨量达到126.5毫米，应变中心接获了280多件积淹水灾情通报，立即出动各式救援予以排除。对于有基层里长反映抽水站没有发挥及时功效，副市长李四川表示将会检讨设计予以改善。这个高雄很多的这个设计的抽水站是全部都是大台，那大台的时候可能它的起抽水位就必须要比较高，那也许让我们里长会感觉说，为什么上面好像已经快淹水了，为什么这个抽水机都还不启动？对了，这个当然有一些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今天也要求我们所有的水利局，把所有的这一些抽水站的起抽水位，还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趁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去做改善的。由于这次豪雨造成不少地区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税捐处提醒民众，包括使用牌照税、房屋税和地价税及娱乐税等项目，都可以依照规定申请租税减免，请民众把握时间提出申请。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近几年发展生医科技，在国际间已经逐渐打开知名度。为了加强行销这项生医产业，南部科学园区这次携手高医推动产业聚落计划，盘点出优质的八家厂商，推出包括美容、牙科、骨科等应用广泛的各种创新研发药品，希望作为国际观光医疗的新利器，也造福有需求的患者。橱窗柜展示各类生医科技新产品，包括美容敷料、软膏和牙科、骨科等填充剂，这些都是已经获得卫福部药证许可，也是来自科技部南科园区优质厂商的创新研发，希望透过高医的合作推广，让更多民众掌握最新的产业讯息。这一次结合南部科学园区有八家优良的厂商，那里面的产品大概有四五十种的产品，那这些产品都是经过我们卫福部药品认证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员来了解这些产品的真正的适应症，还有将这些产品来给民众来使用。集结南科八家制药厂的新品，锁定美容及外科和长照医疗患者族群，让产业的供需市场精准媒合。而产业聚落的成型，除了让刚起步的业者能够很快站稳脚步，也能让有需求的病患获得最快的适应症照顾。我们针对这些族群主轴，是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少子化，那这些我们的小孩我们都希望他照顾得好，那另外呢，我们老年人口也持续的增加，那政府在推动长照计划的时候，我们希望将这些产品也可以直接运用到这些族群上面。其实也是爱漂亮啦，所以之前也会去打过一些雷射美容。嘿，那我们之前都只知道说尽量做好保湿跟防晒，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哎，这样子的一个雷射术后，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发展，然后有一些新的什么样的一些保护性的产品啊，或者是可以让雷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可以更好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项推广计划预计执行三年，高医将不定期办理相关的产学课程工作坊，除了邀请医护专业人员参与计划，也将率领厂商出访国际行销新品，抢搭台湾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和国际医疗观光热潮，生医科技软实力的发展前景备受关注。港都新闻李佳龙、黄兰君采访报道。继续带您关心这一周港都新闻回顾。2019全国商圈购物节在高雄登场，这次集结了全台超过100摊的优质商家汇聚。市长韩国瑜除了欢迎大家来观光采购之外，也希望借机行销高雄的特色商圈，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非常非常的健康哦，甲鲜芋香脆条。台湾小姐以走秀的方式展示各地商圈的特色商品。市长韩国瑜感谢全国商圈总会24年来首次来高雄办理全国商圈购物节，让来自全台湾的民众都可以一同来感受高雄的热情和美好，欢迎民众一起相约爱河。啊，真的，人民在甲鲜带他去，我去了好几次，都是非常热情淳朴，也很好的农产品，但是观光客不去，啊，这我觉得这是太可惜，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所有各路的好朋友来到我们高雄，跟我们一起来到高雄市来分享我们美好的事物。韩市长他就任以后一直在推庶民经济，那商圈总会也结合这个理念。2019全国商圈购物节号召来自云林、彰化、台南、嘉义等商圈响应。全国商圈总会总会长胡神鹤表示，特别看好高雄的人潮和消费力，首度将购物节拉到高雄代表性的爱河畔举办，民众不用大老远跑到各县市，来高雄就能够一次买齐。希望来家吃光、花光、买光、四光、三光了哈，我要求就三光就好。咱来冲着高雄各在一处的季节感冒，只要国中小的学生哈，他只要拿断口的考卷来我们店里换包子，那我们就是可以鼓励他读书。茶包放进去，冷水放进去，一个小时就可以喝，而且他直接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在冰箱，可以放一个礼拜也不会坏，所以它是一个环保、安全又健康的一个饮料。2019全国商圈购物节不仅吸引全台超过100摊优质店家，更首创高雄特色区，一次给民众在地南北货、夜市美食、山城特色
产等商榷名物。港都新闻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行销农特产，韩市长这回要帮忙苗栗还有高雄的客家族群农会推出的枣红豆双品牌礼盒，希望把苗栗优质的红枣还有美农精选的红豆大力推广出去，帮助农民增加收益。眼前的糕饼甜点都是用公馆的红枣和美浓的红豆做出来的，香甜可口。由于两处农会都有好山好水，生产的农产品品质也很好。韩市长出席礼盒发表会时，为双产品双品牌挂保证。美浓有非常棒的蔬菜、水果、稻米，还有红豆。高雄红豆占全台湾20%，但是美浓跟大寮这两个地方的红豆都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今天公馆跟美浓携手啊，一起来双品牌系列礼盒，我们非常开心，也希望所有的消费者对未来苗栗公馆的所有的农产品，以及对我们高雄农产品以及美农，大家都要有信心，能够多多消费，多多享用。由于红枣有水果中的红宝石之称，而红豆也被视为滋补的食物，南北两个双红产品结合客家农村意象，推出令人惊艳的产品。那里面当然就是红豆跟红枣，那它的比例大概就是各半，因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两个农会的一个合作，未来是双品牌共同整体整合行销，共同来推动。说我们这两个地区的农会非常的照顾我们的农民，希望能够具体的能够把原本生产的一级的农产品把它变成加工有机和这个产销履历以及气作，然后合理还有健康的有机上的一个施肥和用药，我想这对于就是双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盒的推广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苗栗的公馆农会和美农农会是在两年前缔结姐妹会，市府农业局表示两家农会都重视食安问题，今年合作推出枣红豆双品牌系列礼盒，推荐给市民选购享用。港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市鼓山高中举重队表现优异，参加国内外竞赛屡传佳绩。韩市长特别到校颁证举重队30万元的慰劳金，也鼓励选手放眼国际，继续为台湾争光。高雄市鼓山高中举重队参加国内外举重比赛屡创佳绩，市长韩国瑜18号下午专程到校加冕全体选手，并且代表市府致赠30万元慰劳金，肯定同学为国争光。韩市长鼓励选手再接再厉，也别忘记充实自己，放眼国际。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参与比赛的我们这些举重选手，让高雄市增加很多的光彩，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然后在课业上也千万不要放松。特别是我们吴局长今年正式推出英语的夏令营，我们今年开始高雄就要开始正式推广中英文双语教育，所以即使运动选手也千万不要放弃了英文，你们随时国际比赛都要用得到，所以把体力训练好，把运动项目训练好，同时要增加自己国际上移动的能力，希望所有的选手们大家一起来共勉。鼓山高中不仅在举重比赛当中拿出好成绩，也吸引菲律宾举重队员异地训练，相互切磋，尤其学校长期支持举重队发展，并且争取企业赞助，让选手训练过程无后顾之忧。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而学校又这么认真的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我想这个是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就特别请市长来颁发给他们奖励金30万。那贺宝夫也是透过我们运动发展局局长去跟他们谈，所以贺宝夫也愿意赞助这个学校25万。我想这个对学校来讲，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鼓山高中举重队选手除了实力坚强，品德教育也是第一。获选总统教育奖的谢孟恩，今年入选国家奥运举重储训选手，他决定将奖金捐献出来回馈学校。餐费跟生活费，然后学校都有帮助我这样子，对啊，然后刚好学校也是我启蒙的学校，所以想说有这个能力，就想要回馈给他们这样子。精神上给他们打气、加油、感谢还有鼓励，因为今年的确鼓山高中得到非常好的成绩，有6面金牌、4面银牌、4面铜牌，而且男女双料的一个举重都得到冠军。那所以我们今天市政府捐了30万，当然也请一些民间的企业家也同时捐了一些金钱。
韩市长肯定同学表现，也鼓励选手再接再厉，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进入国家代表队，进而为高雄、为台湾争光。港都新闻王思武、潘之光采访报道。燕巢区从暑假开始再增加两条幸福小黄路线，交通局表示，这是为了照顾偏乡地区公车承载率比较低，以及受到地理环境路线影响的地区所做的替代式服务。除了感谢地方企业的支持以及计程车队的投入，也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迎接幸福小黄加入服务偏乡交通的行列，燕巢区公所热闹举行通车典礼，邀请地方民众共襄盛举。搭乘小黄来参加活动的两位阿嬷开心得不得了。阿嬷说，因为有了小黄可以搭乘，以后要出门看病、买东西或是办事情就更方便了。不方便，你出门不方便，那少年上班吼，阿无出来。老伙仔吼，无公车是足无方便的，要来分看无方便啦。未开车无方便，然后麻烦啦。政府较照顾啦，啊无，敢若讲，若要用那会，就讲来拜托啊，阮那老人要用，啊无人载便怎？我们希望能够把司机管理得好，然后把这个最好的服务呈现给像偏乡地区的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人，比方说他们的不方便呐、我们在一个很短的距离里面把他送到家里。我们司机说他当他看到老人家的一个感激的眼神，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很感动。高雄市推动公车是小黄政策，从103年试办以来，受到基层的支持与肯定，尤其对偏乡山区和海线的民众来说，也改善了对外交通不易的问题。不过，由于公车是小黄需要以电话或网络预约，造成长辈操作不易的困扰，希望能比照公车定点定时方式提供服务，定时定点的来跑，那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到那个站那边去等车。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里民，尤其对长辈来讲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们会滚动式来检讨我们的运输的服务。那未来我们除了在燕巢区之外，我们在我们的3城9区以及就是偏桃园、纳马夏、山林等等，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改善偏乡交通运输，交通局配合中央执行公车式小黄政策，今年一共编列3000万的预算投入，号召计程车队以及在地企业共同加入，为公共运输尽一份心力。不仅是满足我们的这个偏乡的这个需求之外，我们也希望说也能够用在地的这些居民，譬如说能雇用当地的居民来当做我们的司机。好，那个让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协助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运输服务，而且能够创造这个在地的一些就业的机会，这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持续努力的目标。但我们的在这边利用的善用的优良的厂商、优良的企业啊，来协助这一块这15%的地方的支付额啊。那当然啊，我们现在已经县市合并以来，我们的每个区的裁员都非常的拮据啊，包括我们市政府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当地的一些企业来服务我们的乡里，回馈我们乡里，取之社会，回馈社会。过去燕巢区因为有垃圾掩埋场回馈金的支持，民众享有免费社区巴士的服务，但是县市合并后已经停办，一度造成偏乡长辈对外交通的困扰。现在有了公车式小黄的服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落实政府的美意。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交通部公路总局高雄监理所将交通安全宣导结合时下最夯的密室逃脱，透过逼真有趣的实境体验，让参与活动的民众轻松掌握逃生的关键，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吗？大小朋友开心出游，途中却不幸遇上车祸，顿时烟雾弥漫，看不清楚四周。这时赶快依循绿色指示灯的位置，找到灭火器、车窗急迫器、安全门，就能顺利逃生。高雄监理所将交安宣导结合密室逃脱，让亲子透过实境体验掌握逃生关键。因为我也是今天来参加以后才知道，原来车上有那么多设备，还有一些是怎么使用。以前都是就是傻傻坐游览车，可能真的遇到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啊，而且现在有小朋友，可能如果以后一起搭，我会更注意这些细节。我们有鉴于可能近年来有一些包括游览车、火烧车的一些议题，然后那我们想说要让更多的这个小朋友、青年学子，甚至是家长，都可以认识到这个大客车逃生的这一块。那所以我们就把车上想到的一些逃生的工具，包括说我们有这个车窗急迫器，
灭火器啦、车顶的紧急出口啦，那我们泄气阀怎么使用，位置在哪里，那结合现在时下最夯的这个密室逃脱，那我们把它设计成一款游戏。如果今天没有翻车的话呢，一般人这边可能也爬不太出去啦齁。那如果真的翻车的时候我要使用，其实这个有的甚至没有锁，像我这样子就打开了，轻松就能打开的这个窗口可是逃生时重要的出口。一般大客车上备有许多安全装置，当遇到意外时，黄金逃生时间只有一分钟，而这些保命装置都能大幅提升生存几率。火势还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车子里面有两具灭火器，通常一具会在司机的旁边，一具会在可能靠近安全门的地方。那如果今天也没办法灭火，确定要逃生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有所谓的车窗击破器，车上有三具，或者是说呢，今天我们车门里面也有所谓的泄气阀。那泄气阀泄气了之后，车门没有气压的时候呢，我徒手就可以把车子打开，这也是一个逃生的一个动作。大型车事故频传，当不幸遇上意外时该如何保命？透过坚尼所举办的亲子共学活动，寓教于乐，大人小孩轻松了解交安知识，让你我都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新采访报道。为了活化社区活动中心的门面，前镇区新东里在暑假期间举办了彩绘活动，邀请关怀社区据点的长辈还有青少年志工一起动手彩绘，让整个活动中心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涂上颜料，一只只小蜜蜂逐渐变得有生气。童真的插画从一楼到二楼满布整个活动中心，就连楼梯间原本冰冷的墙面也转眼换上缤纷的外衣。而这些创意设计都来自学堂的银发族。树啦，有那个户外就对了，有山有树有那个动物这样。美化活动中心除了少不了学堂的银发族，他们的孙子也被阿公阿嬷力邀来彩绘，可见温馨祖孙情。因为我孙子他住在台北啊，所以暑假才回高雄啊，我就今天带他出来画，他很高兴的。跟阿妈一起来画画，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有。阿公阿妈创意十足，如何凸显这些可爱的插画？前置作业的美编可有赖社区里有美术专长的青少年志工。要有想象力，不然他们画的我会看不懂。那因为他读美术系，我就请他们就是找一个时间过来帮我把先把图。他就是阿公阿嬷的构图都先描绘上去，然后在今天就是让阿公阿嬷他们跟小朋友实际画上去之后，然后再等到我下午的时候，这些志工们会再把他们勾边，然后再做修图。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时光哈，特别在暑假期间，那特别带给我们关怀站特别的亮点跟快乐。彩绘活动中心不止活化空间带来朝气，也促进亲子间互动，在一笔一画间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新采访报道。新住民语言教学有新的创意，这是担任母语讲师的新住民姐妹自创了具有文化特色的桌游，让学童透过游戏互动轻松地学习语言，并且能够认识当地的民俗文化，让母语教学更接地气。翻开牌卡，最快用越南语喊出正确数字和美食的人就算胜利。改变刺激的心脏病游戏，融入异国美食的这款桌游，是在社会局辅导下的真爱天使儿少关怀协会培力的新著名母语讲师自创的文化桌游。去学校教越南语的那些姐妹呢，然后我们在想说啊，我们要怎么想，怎么那个想办法让那个可以用。越南可以教越南，又可以玩游戏，而且又是那个小朋友很熟悉的游戏，对对，所以一些想想说啊，那可能用那个把扑克牌里面的图案啊，把它拿掉，要改成越南的景点啊，或是越南的美食啊，给小朋友认识啊越南的那个文化。五的那个越南语叫做 Nang 啊，这个它是月亮虾饼。然后酒是琴，它的那个菜是生春卷。有趣的桌游让小朋友轻松认识越南的特色美食及知名景点，还带上斗笠跳起当地舞蹈。教育部108年新课纲中新增新住民语教学，而高雄的新住民就有6万多名，是全台第二多。如何推广多元文化，桌游就此诞生。社会局在新住民姐妹的人才培力上，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那像我们从6月开始，我们培力我们
有八个团体的新住民姐妹，那他们从他们自己本身的长才开始发展，那有一些是舞蹈的，有一些是美食的，那有一些是桌游啦等等，那透过他们这样子一个方式，然后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深度的美丽。像刚刚有一位孩子，他刚开始呢因为比较缺乏自信心，所以他就说他不想参加，因为他很怕挫折，但是当他看到孩子们这样子在桌游里面进行的当中，他就大概过了5分钟，他就慢慢的自己也投入了这样子的活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呢对这个越南的文化有更深的体认。历时2个月完成的桌游，从东南亚文化经验出发，新住民老师借由互动游戏，让母语教学更接地气，向下扎根，推广多元文化。港都新闻张世明、夏欣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也要提醒您这几天气候仍然不稳定，出门请多注意安全。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